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江江，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玩具总动员的 Andy 的房间，还有 Hello， 我是 Hoodie， 哎，我是 Buzz。 那 Hoodie 的话呢，我先呼叫他一下。OK， 那我身旁这个是 Hoodie。 哎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为什么不跟着我？反而是我跟着你，我是你的 bodyguard 吗？ Woody， 你要去哪里啊？你要啊？啊！Woody， 你要去哪里？我知道他有那个空间恐慌症，他想要跑出去。那我先介绍这个房间好了。先飞起来！哇，这边有音响，音响做来不赖哦。然后哦，射飞镖，哇，这有点像 CS 小，以前玩 CS 的那个时候，那个房间有没有？然后大家互射，这是什么？圣诞树吗？哇，这飞镖要射哪边啊？Andy 的房间好大，对我来说啦。哦，哇，我们躲到床底下了。哦，飞上去看一看。哦 ，Andy 的床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wagon， 这个东西。贴皮破图嘞！喂，这个垃圾桶怎么没有 Andy 写给他的情书嘞？哦，好吧，我去找 Woody 好了。Woody 走，我们去兜风。我的翅膀没有收进来，卡在外面。乌迪怎么样？喜欢我的新车吗？啊，没有看路啊！乌迪想要去哪里？海边吗？还是我们去摩天轮？去摩天轮也不错哦。好，我们去摩天轮看一下。比用走的还快哦！哦，不长眼睛哎，撞到我的车了。我轮胎好像受伤了，在刮车。我今天应该还是可以撑到那边去啊。好，你这边右转。80光年，摩天轮有什么好玩的、啊？哦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边可以去坐那个摩天轮。你可以看风景哎，可惜宫崎不在这里，不然可以跟他一起看，就不用跟你了。拜托，80光年，我又不是基佬。哦，不懂不懂啊，这是洛森都哎，最有名的摩天轮，当然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哦。好吧，既然这么说，我就跟着你了。天哪，这个车子好烂啊，我想换一台了，来。乌迪走，我们去换一台车。快抢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到那台红色的，红色的，给我下车，下车！快上来！他来抢了，快上来！乌迪，你很慢哎。好，我们出发，我们直接闯红灯。右转，那直走，冲啊！我的摩天轮，冲啊！我开太快了，哦，低点升驾驶，
还好我紧急刹车撞到垃圾桶而已哦。我要用火加把劲，快到了。哇，太久没有开车了，都是开玩具赛车呢。巴士，你也小心一点嘛，那么多车。哇，没办法，变大了就完全不好开了。哦，你有嗑药哦，臭巴士，开车小心一点啊！好了好了，固定，我都努力了。哦，摩天轮快到了，我们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冲啊！甩尾了。好，我们下车，下车了哦，走喽。快点，你要很慢哦。你要看我看夕阳吗？不要啦，你去坐摩天轮。巴士，等等我啊，等等我啊，你跑太快了。好，我等你一下哦，你快点好不好？哦，哎，有热狗哎，有小只热狗。老板不在家了。Woody，快点，这边走。巴士，摩天轮没有开的、啊，有了，前面就有人。你好，我两个人坐的，我没有钱哦。布丁，你没有钱？没有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快，我们去抢个路人的钱，就可以坐摩天轮了。阿妈，给你借个八块钱。阿妈。阿嬤要八块钱啊，八块钱，给我八块钱，快点，快点伸出来。阿嬤，阿嬤挂了，阿嬤八块钱啊。哎，这没什么八块钱，给我八块钱。No， 你也没有，给我八块钱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没有人有八块钱就对了，好吧，那我只好请求协助了。看什么看啊？没有八块钱，看我穷吗？看什么看啊？给我八块钱，真的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八块钱？好了，我没有钱了。终于知道为什么不能坐那个摩天轮了，因为我有开忽视，这样子他们就会忽视我的船长，好吧？无敌来，我们坐摩天轮去了。啊，为什么他会出现没有足够的钱搭那个摩天轮？啊，我明明钱就很多啊，应该是设定的问题。耶，真的不行耶，为什么没有足够的钱？自己看，钱很多啊。好吧，我们只能自己去外面玩了。杀出时刻，无敌开打了，不要发呆了，
今天交给我们了。等等，我刚刚捡了他的钱，他可以坐车了吗？为什么还是不行啊？你搞什么啊？好吧，我们去看看这个铁轨可以坐。哎呀，关起来嘞！哦，这是出去啦，这出去的。我直接爬轨，爬铁轨，我要坐，我要坐。可恶，不让我坐。可恶哎！可恶！徒弟，你自己玩这个铁轨，来，跟着我走。哒哒，我要坐铁轨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走咯。为什么要自己跑啦？真是很烦哎。哎，徒弟没有跟上哦，搞什么？那我下来。飞呀、啊！降落伞开太慢了。徒弟，打他！他没有穿裤子。徒弟走，这边是我的天下。警察来了，不用怕，是八十光年，我有镭射炮。镭射炮是这个，好。来吧，警察，我怕你，我有镭射炮。我用第一人称的，不然我看不到他射击的方向。我的手指头好长，天哪！屋顶多好，我保护你。我自己动得太慢了吧？烧吗？看起来不会，应该是我装甲太厚了。这我真的看不到射击的点在哪里。干啥？却没中啊！一堆警察走过来。哇、哦！换机枪。来吧，徒弟，冲啊！我们逃离这里。啊！阿达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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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车子，车，快点上来！快点上来啊！吓你吗？哎，徒弟，徒弟怎么了？徒弟挂了，失踪了，我要自己跑走了。天哪！哦，轮胎烧坏了。算了，我要开外挂，你们这些可恶的警察。还我无敌回来！哇！我以为你躲在车后面打不到你哦。发射镭射光的，那是什么外星人吗？发射的，可恶！打死你！是我的，法师庄严呢？
设计的好烂的，你举起来，来吧，是我的车车，哎，掉了，哇、哦，一片火海，哇，你拿的什么枪啊？看起来很痛啊。bug， 我要飞离这个地方，我去找我的乌迪了。乌迪，哎，去那个最高的大楼。乌迪，我的乌迪呢？乌迪。好，终于到这里了。乌迪，我会找到你的。怎么下的？哇、哦！下不来。哎、欸。OK， 下来了。好，再叫一次我的乌迪。好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个赞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乌迪！我不小心的，乌迪你没事吧？